其实首先代表中华大学是一个已经通过了跟大学以外的通关，那我想刚才就私下有一些了解，但是我们这边呢就主要是介绍一个影片，就是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深圳市中心高中校友，那我是2000年回到深圳市来读的，目前主要在深圳大学就教的深圳市理工科学。那今天进入我们体院，他刚好出国开会，所以就请我代表他来欢迎各位。然后我们有一个就是教学中心，然后这个教学中心呢，他就是帮我们所有的，主要是针对大学部的教学来做一些协助的工作。那今天你看到这个影片呢，也是我们这个教学中心的几位助理帮我们就是制作的。那这个呢，我们在前面我们有准备好这个光碟的。就是副本，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待会可以就是连同简介一起带回去。然后这个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影片，用 PowerPoint 做的，所以我会先在这边放一遍，然后必要的话我可能会做一点点的解说。那但是就是整个放映完毕之后呢，我还可以跟大家说怎么样去就是利用它的一些连接去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站。那谢谢。光碟主要的就是介绍生命科学系的一些我们认为说对大家有用的一些科学。那我们从大概去年开始，就是生命科学系现在分成了几个不同的研究点，而这边首先就是那个光碟的这个内容。那对每一个光碟内容，就是说你不需要从头到尾。那一开始我们先进行介绍，那这个是先放在网页上，这不是我自己做的，就是当一个调查的结果，然后解释说在清华大学的科学系，各方面的资金来说的话，在所有的学校里面是就是我们还是非常前面的。那进步的方面的话，现在的进步方面主要是。大学部的教学是以一个生命科学系一个本科系为原则，那在研究所的方面呢，我们分成